在上课的这个情形，这个感觉吼，大家拢欢头喜面，因为较等下咱就要转去啊，哈。哎，这边甲看少年嘛真济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过去年岁若较济吼，搁倒转来像安尼做学生，感觉坐安尼足忝的。还好哦，因为有的人拢做工作关系啊吼，感觉讲哎安尼活动活动，啊有的人是讲，搁看到这册吼，就愈看愈册，啊看了就在想爱度孤吼，啊嘛非常感谢啦吼，恁安尼牺牲这假日的时间吼，啊也无陪是大人，吼啊无陪囡仔去佚佗，吼啊来遮。了解咱台湾整个的这个国际地位，哦，这个精神，哦，非常的敬佩，哈，谢谢。因为今日两节课，哈，就是到十点，啊，这个中间，哈，咱有休困十分钟的这个时间，啊，我今日这两节课的头前，哈，这个四十分钟。就是讲咱这个较近代的历史，吼、哦，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，因为历史啊是真历史，是袂无法度哪改变的。啊，你若讲历史会改变，迄叫做啥物话？假历史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是法律，是因为法律是真理。啊，你若唔是法律的。迄个叫做歪理嘛，吼、哦，黑白偏，法律就是法律，法律是硬邦邦的，吼、哦，即就是即，软就是软，吼、哦，叫做法律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后二十分钟，吼、哦，我会对这个咱过去，吼、哦，台湾甲现在，吼、哦，啊，做一个比对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节课咱十分钟的时间有这个，吼、哦，养生免啊，顾咱家己的基本上个基本的身体。哦、我有用十分钟的时间，啊，无你拢听讲法律吼，啊，听了安尼，咁要度过起来吼，啊，下五十分钟吼、哦，就是咱爱今日的主题吼、哦，咱爱上着这个法律吼、哦。因为这节课是近代吼、哦，这个战争的历史的回顾，啊，以过去像咱拄啊讲元朝啦，迄、那个吼、哦、较早的迄、那個，咱卖去甲讨论。因为这有多些中国的历史，拢足侪是捏造的，吼、哦，一共五千年，您看嘞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咱伫近代吼、哦，对1894年开始吼，1894年这个甲午战争，吼、哦，开始真紧，因为这短短时间俩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伫1895年，吼、哦，4月17日，吼、哦，这是下关条约。啊，咱过去读的是《马关条约》吼，《马关条约》这是拢是一个地名啦吼。啊，是这个5月7日吼，先后我这是一个标题，较等下我会做详细的这个解说吼。过来就是1905年到1915年吼，这是日本天皇头一届吼，伫台湾建立咱的主权吼，沙分天。过来就是这个1937年4月7日，吼、哦、开始皇民化，吼、哦、了后到1941年，这个当中是虾米人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吼、哦、过来就是1945年的4月7日实施明治宪法伫台湾，吼、哦、啊这个4月7日，啊加嘛这个4月7日。敢讲4月7日，这个日子较好嘛？哈、哦，这4月7日，这就是因日本这个会计年度，哦，每一个公家机关，哦，还是这个学校，哦，拢伫4月7日来上班上课，哈、哦。啊，到这个1945年，哈、哦，8月15日战争结束，哈、哦，这个、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。但是这个是无惊投降，无条件投降，并不是结束哦。那1951年9月7日，吼、哦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即
天是签约的日子，并无代表战争结束。爱到这一天，1952年4月28号，哈、哦、生效，迄天当叫做终战，哈、哦，这天当个终战。来，咱即马甲看，哈、哦，这是一个马关条约的原文，咱大家甲看一下。哦，大清帝国的大皇帝陛下，哦，甲大日本帝国的这个天皇，哦，陛下订立合约。这个条约是天皇甲天皇签约，并不是政府甲政府签约。这看看淡的会牵涉到领土的问题，哦 ，territory 的这个问题，领土的问题。这就是今日咱今日要来遮。探讨咱台湾整个的地位，为什么伫外口遮个人，台独者要主张台湾独立？哦，包括我，我嘛伫民进党26年啊，今年第26年。哦，啊，你个是看过去拢行唔到去，人生有几个25年？哦，所以讲整个伫国民党也好。民进党也好，我太了解，吼、哦，即较等下讲到即个领土的问题，哈、哦。来，啊，就即个条约，即、这个下关条约，哈、哦，就是即个日本天皇伊派即个伊藤博文，哈、哦，啊，中国派代表就是即个咱所读的拢知影李鸿章，哈、哦，李鸿章，哦，代表来签约，啊，即、这个签约了。5月8号生效嘛，6月7日开始点交、哦、包括咱台湾甲澎湖、南海遮诶岛属有36个小岛、哦、一一点招吼、哦，点交就对啦吼、哦，包括钓鱼台拢是，啊，这第一任是咱这个华山之计，嘛是咱头一任吼，伫、哦、台湾遮担任这个总督，这个李金芳。就是李鸿章的第二后生，哈、哦，第二个儿子，哦，因两个，哦，来利用三天的时间呐、啊，来点交，哦，每一个小岛拢爱清清楚楚，包括，哦，退潮的时阵有看，啊，那涨潮无看，迄拢有算，哈、哦，迄岛屿就是拢是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下关下关条约是伫对个，这是一个地名，我都要讲吼，包括咱较等下讲到开罗，吼、哦，波斯坦迄、那个公告，开罗宣言，迄拢是一个地名哈。伊、哦、伫靠近这个北九州市，吼、哦，惊诶一个港口叫做下关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改号做这地名叫下关条约，吼、哦。这个就是伫下关条约原来模样哈，原来就是伫只签约，这是这个村旁楼哈，叫啥日清讲和谈判场哈，伫只村旁楼，啊，这个村旁楼，哦，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诶，头一个原子炸弹炸了了，受影响，所以讲迄个呀夷为平地，但是天皇佫交代这个伊藤博文伫原来。就是这个所在，搁起一间，叫啥？哦，虽然有较细个，恁来看有无？日清讲和纪念馆，哈、哦，爱一间，这你有看着这個山，这间只就是海，哦，这个下关条诶，这是这个港口只，哈、哦。来啊，当初是这个李鸿章甲这伊藤博文在签约的时阵，哦，讲爱讲几啊届嘛，是讲第三届阵，那正式来签约。因为李鸿章看出来对面就是海嘛，啊，迄阵的海就是遐个舰船，迄阵拢食火炭，啊，火炭伊出来的烟足大缸嘛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这个李鸿章就问讲，啊，你这船是要出去对，哦，伊是透过这个翻译嘛，但是讲讲，迄个伊藤博文讲，这个船就是要去拍遐支那人，就是中国人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李鸿章伊讲啊，这无签袂使。因为你若是战争，你失败你也赔呢，无钱他赔爱怎挂地吼，割地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下关条约，伫这个
马关条约吼签约的时阵，伊当作是有挂三块地，吼、哦。另外，第一台湾平湖以外，伊个一个辽东半岛，这个辽东半岛是伊大清的起源地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迄是领土，但是迄阵挂有三个国家反对，吼、哦，第一是苏联、啊法国、甲德国，吼、哦，因有抗议，所以讲。在这个半年的时间，吼，这个日本天皇一个定一个还原条款，佮将辽东半岛来还，吼，这个中国。来，啊，恁即马，咱拄啊伫遐看头一任是华山之计，诶，中毒，吼，这个是十八任，啊，为什么这个十九任？十八任进前拢是日本天皇来任命。是安怎十九年太无，吼、哦？因为伫1945年过来了，就是十九任嘛。迄阵的领土吼、哦、已经合并了，啊合并了，就由首相来任命，吼、哦。迄个首相叫东条英机，吼、哦、来任命，吼、哦、安藤利吉是第十九任，啊十八任以前，迄阵拢是殖民地。哦，殖民地，所以讲由天皇来任命，吼、哦。来，安尼由台湾主权，诶，即个天皇陛下，吼、哦。在座我要请教，咱有请身份证诶，咱台湾政府诶身份证诶无？有多少人？哦 ，OK， 好、哦，大多了哈、哦，一半以上。你若请到诶，阿公。还是咱的爸爸是不是拢有代证，还是交合？哦，阮来讲的明治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爸爸伊是代证14年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我交合38年，吼、哦，你也感觉讲安尼算，有的人讲啊，你江少年才是交合，吼、哦，还是按照因迄年代安尼算落来了，吼、哦。啊！伊这明治、大正、昭和，吼、哦，啊个平成，这拢是年号、年号啦。正式因的名，吼、哦，天皇、明治天皇叫做穆仁，大正天皇叫做嘉仁，昭和天皇叫做汝仁，金上的天皇，吼、哦，叫做明仁。啊，明仁的大汉后生叫做德仁、德仁。啊，伊的孙。哦，名人的孙叫做幽人，哦，因拢是人字辈，哦，人字辈，哦，人字辈。啊，这个今年的12月20日，恁可能有这个机会，哦，要过这个甲日本天皇接受，哦，这非常的难得，因为我去三届啊，哦，我去的原因。就是因为阮三姑有参加这个红军呐、啊，哦，在南洋战争，啊，所以讲战死伫南洋。啊，阮妈妈吼，伫68年拢唔捌看过阮三姑。哦，啊，因阮妈妈吼是上细人，迄阵阮是拢叫阿娘。恁若会伫咧庄卡吼，话、哦、这个风俗无同，哦，啊话叫阿母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68年吼，阮妈妈是上细汉的，啊，因阮三姑吼，足疼阮妈妈，吼啊，所以讲，阮三姑一个去参加这个南洋战争，啊，都拢总无当个呀，吼，所以讲伊足思念。啊，伫68年，我家己台湾民政府，我当个完成这个愿望，迄入去到靖国神社内底，整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吼，拢总无相共。啊、所以讲，恁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因为要入去这个靖国神社内殿啊，唔是日本人所大家拢会当入去。恁若入去了，咱拢穿整个乌西装，咱的制服出来了，伊日本人的民众会甲你惊咧。是为什么恁这群人会当入去？日本人的民众，伊一世人无可能入去到内殿，伊拢伫外殿遐拜拜尔。哦，因为咱是臣民，
臣民呐、啊、臣民，因是苦苦民俩，因是国民，国民无资格通入去内底。有入去内底有三种人：第一，皇族，哦，天皇；过来国会议员；第三种人就是管市长高阶的时阵，这三种人会当入去，其他的人拢袂当入，包括咱。哦，这等下恁会当会看到哈、哦。来啊，这个对。1895年哈，加1915年，在这10年的时间哈，才开始1937年开始皇民化。啊，这个皇民化的意义是虾米货？是虾米目的？哈，这大日本帝国有无？哈，1937年在台湾开始实施皇民化。我简单啦哈。过去咱也唔知影日语嘛，对不对？甚至这个皇民化爱甲你教育，咱的抬头、咱的名、的称呼要安怎称呼，这是上界基本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因为这有，这是伫迄个时阵的名称，但是即马以这个日语哈、哦、外来语足济啊，所以讲近年会较济，要甲真个少年来沟通，有都是啊听无啥，听无啥有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。上界起先吼，咱也伫迄个年代吼，像讲阿公阿嬷吼，这边安怎叫？吼，那讲阿公吼，奥多酱吼，啊阿嬷吼，奥卡酱奥卡酱奥多酱吼，这是讲阿公阿嬷。啊，那咱的爸爸，侬叫啥？豆上，吼，豆上。吼、哦，啊是妈妈卡酱，吼、哦，啊那阿兄呢？逆上，吼、哦、逆上，吼、哦、啊那弟弟奥多多，吼奥多多，吼、哦、啊那大姐，吼、哦、姐姐，吼奥内酱，吼、哦、啊那妹妹，吼伊莫多，吼、哦。啊啦，阿伯啦，阿姆吼，阿姑丈啦，姨丈啦，遮个长辈遮，后包括职工吼，那查甫诶吼，拢叫奥里桑吼，啊那查某诶，拢叫奥巴桑吼。我相信恁啊，伫菜市啊啦吼，还是伫卖菜啦，还是卖食诶，啥物货，拢会讲啊，那查某奥巴桑哦，家己买一粒高丽菜。哦，啊，若是卖鱼啊，卖猪肉啊，我哩送，哎，搞切几斤啊猪肉吼，拢、哦、会有这个，这就是拢较早皇民化，哦，啊，包括咱呢机车，您敢咪讲机车？讲奥多拜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奥多拜就是皇民化较早过来一种，哦，啊是讲做水电呢，做工呢，哦，拢会夹些啥骗子。好、哦，阿无就得说螺丝的啊，螺来吧，好、哦，黑龙江语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来是讲咱的汉字，亚克毛，好、哦，好亚克毛，这就是地瓜啦，哈、哦，汉字哈，这就是拢方面话一种哈、哦。来，阿、啊、家这个1941年12月初七，哈、哦，这就是。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，伊发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，啊，因为有受到经济的关系，甲人种的关系，哦，所以讲会发生这边的这个大东亚吼、哦、战争。过去咱伫影片看，咱会看到偷袭珍珠港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影片，其实是奇袭，唔是偷袭。是东条英机，伊头壳较巧，伊12月初五，伊就对这个日本海开始开，因为你要到太平洋，到这个夏威夷哈，唔是一天就到，无可能。啊，所以讲伊要到这个夏威夷，而这个10点钟的进程，伊才开始发布要向美国战争。哦，因为伫这个国际战争法内底有规定。要战争，爱两个国家拢总同意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无同意，就变作偷袭，吼、哦！变作偷袭，吼、
啊，这个因为我伫 Google 吼列落来，啊，所以讲恁呐做一个教材用俩，啊，所以讲恁呐要真正看吼，你当 Google 你甲拍起来吼，你就看会到。好啦，因为咱今日吼时间无讲迄落足济，所以讲后壁遐我无讲较紧的，惊会讲吼，这个讲未完。啊，所以讲当时这个战争吼，在于车背。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，伊经过国会半数以上，吼、哦、由国会来发布这个命令，唔是你做美国总统，你就吼、哦、我做总统，啥物代志拢我做主，唔是，伊伫伊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有规定，你美国总统你嘛按照这个受这个宪法的限制，吼、哦，袂使讲你要发动战争就战争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为什么我会叫？在这个美国总统罗斯福吼，给他用出来，哦，来做这个教材用，因为伊是全球内底拄啊好一个做过四任的总统，对于以后过来拢总两任俩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这罗斯福又分大罗斯福甲小罗斯福，伊就是小罗斯福，啊，大罗斯福就是伊的堂兄，吼、哦，结拜兄弟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伊伫1903年，吼、哦，02年做总统，哦，按、啊、相隔，吼、哦，差不多31年，吼、哦。但是因为伊这坐轮椅嘛，吼、哦，就是伊脚有小可类似像小儿麻痹，吼、哦，小儿麻痹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享年，吼、哦，63岁。这咱大家拢知影，根本人唔知。白宫，吼、哦，伊就是伫，这是白宫是后面，这是伫后边，吼、哦，这是伫后边，啊，伊就是伫这个吼、哦、运动场遮，吼、哦，这个草皮下，啊，所以讲倒落，啊，就无起来，就无爬起来。罗斯福，吼、哦，敢那类似像中风迄种情形，人讲拽断大条脑筋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爬袂起来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在外口，咱台湾民政府的旗啊，嘛有伫白宫出现啦，哦，这个是我啦，有成无？有啦哈，小可有成哈、哦。这是咱今年3月12号，哦，伫美国国家记者会哈，啊，阮经过开完了，阮当伫白宫遮，这个墙啊，我拄啊手机是摕入去内底翕的。啊，即马要翕，人袂当入去内底。你便是打到这个墙啊顶端，伊啊便伊警卫就甲你赶落来。四颗念灯拢总是警卫24小时拢有，包括因伫内面有真枪实弹的警卫伫遐。你若是入去，伊就开枪甲你拍，吼、哦。所以讲足严格。啊，你伫外口翕相无要紧，吼、哦，伫外口翕相无要紧。哦，这是留着永远的纪念了哈。好、哦哦，来啊，这对1933年以后的历任的美国总统，伊过去咱哪讲美国总统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做一个教材用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简单把咱介绍吼、哦。罗斯福的副总统就是当时的这个杜鲁门哈、哦，杜鲁门来啊，个艾森豪，但是过去。因拢是两个政党，对不对？但是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后，我们还是会以后有选举，就是开放这两个党，啊，让咱同心去选择。无像即马几个党，你敢知？吼、哦，太过复杂了啦，吼、哦，太过复杂。哦，啊，过来。哦，因你也看，拢是民主党甲共和党，哦，啊，到这来，咱就较知影哈，哦，这个雷根，哈、哦，啊个老布希，哈、哦，啊个这个克林顿，哈、哦，啊这个小布希，哈、哦，噶，啊这个、有人唔捌嘞无？哦，这奥巴马现任的总统，哈、哦，来，啊，这是1945年的4月1号，哈、哦。
昭和天皇哈、哦、下诏书实施日本宪法，伫咱台湾甲平复。哦，这个宪法实施了后，就变作领土合并，合并了，就不是殖民地啊。啊，你呐如果变作领土，伫战争法内底，你就是袂当阁挂出去啊。但是殖民地、殖民地会当挂呢，哦。啊，你呐变作领土，都袂当挂呢出去，哈、哦。哦，这咱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哦，高沙义勇军，高沙义勇军就是咱伫这个领土还未合并、还未实施这个明治宪法进前，拢总是叫做义勇军。啊，那伫这个合并1945年4月7日以后征兵，正式征兵，迄叫做皇军哦，就像阮三姑杨金山安尼哦，因就是拢是。皇军哈、哦，啊，伫这个战争结束了，哈、哦，这个敢无人唔知道？哦，麦帅哈，麦克阿瑟本尊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天皇哈，伊、哦、甲这边的战争所发动的，由天皇哦来传播承认讲，因为这边的战争是由来发动。但是麦克阿瑟伊嘛无遐简单的相信，所以讲伊派新兵，而且官员来去调查，结果就是我拄啊讲的哦，这东条英机伊所发动，所以讲东条英机并不是被枪杀，是被绞刑，哦，绞刑大家知影啦吼，吊起来吼，吊死的吼，啊，所以讲天皇无受到处分吼。来，这就是伫这个密苏里舰哈，东京湾家哈签约哈，这是麦克阿瑟哈，这是地投降书哈。啊，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哈，就是这个支那人哦，即中国人哦，蒋介石的这个集团叫美国的舰船哈，给载来，载来起先要落来，唔敢落来，因为咱两艘的关东军是徛伫边啊。哦，啊！伊当惊哦，惊落唔知阁向台袂，哦啊！所以讲是伫美军哦，用脚啊，甲因踢落来，讲你们赶快下去，啊！因当落来，哦，啊！你甲看这敢是军人，哈、哦！咱那年岁较济，有听到咱的阿公阿妈，哦，还是阿祖，迄、那个年代在讲的时阵。哦，因上界了解，迄就是真正的历史，真正的历史是绝对袂变的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咱是有即群人管的呢。啊，你甲看，伫迄个年代，咱的水船啊咧船有水，因即摆看有水来，那去五金行买一个水船啊，安尼甲插咧，壁甲插咧，啊，若全无水，啊，你啊看，啊，即落头壳安尼，啊，咱是互即落。通知的、哦、所以讲足可怜。啊，恁伫这两天内底，即个讲师吼，包括有甲恁讲到的，恁敢会相信？今日这是啥物节？哦，10月25号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甲咱骗的。正式今日10月25号，迄天是所有伫第二次世界大战。而且国家有参加战争的，迄天是分配占领，即天就是占领日啦。哦，所有参加战争的，哦，来啊分配，哦，占领的这个日子啦。哦，1946年，咱今日会坐伫遮的原因，甲这张是有关系。哦，包括咱去美国。开这个国际记者会，嘛甲这张有关系，哦，这张是原文，哈、哦，是1946年1月12日，哦，这个行政命令了，哈、哦，行政命令，捷参制第01297号，哦，训令，安尼伫一夜之间，将咱所有的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，而这个国籍，就是伫浙江甲咱改变的。哦，伫一夜之间呀，咱秘书长嘛，请你讲，
美国人甲美国人生出来囡仔是啥物人？美国人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生出来囡仔，是啊，啊是那台湾人甲台湾人生出来囡仔，咱刻着是啥物货？变做中国人，好、哦，所以讲伫进前两礼拜前是为虾米？咱刻迄个护照，吼、哦，迄毋是其实吼、哦。护照的颜色可以区分，你是地质还是民族、民族地质，你有分呢？像日本，伊是啥物色的？红色的。美国是总统制的，伊就小可天蓝色。但是咱摕迄份入去，人一看就知影，这是流亡政府的。流亡政府的、哦、所以说在联合国以前可以进去，现在不能进去、哦、原因在那、啊、但是他还有说他这个、勒布朗发言人、哦、在联合国的发言人他有说用我们那张身份证可以进去、哦、我们在台南州在10月8号、哦、有一个军事过在美国，但是他要拿这张身份证要进去联合国试试看哦，欸，25号他会回来，啊，是不是有真实的效果？伫后礼拜吼、哦，还是伊回来的时阵也甲我讲，哦，啊，我会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100%，咱用这张身份证有晶片的这张就会当入去，吼、哦，因为伫海关呐、啊，伫海关如果你那是。护照判给你，用咱迄张身份证，你就会当入去啊。好、哦，包括阮伫咱这个华盛顿 DC， 哦，咱的办公室伫2楼，咱若要去哩的时阵，要入去，要用咱迄张台湾身份证，迄、那个有晶片的，你一个拄入去，伊迄个红外线照到，内底就资料拢总出来啊。啊！你若用这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你就要摆在门口，当时都袂当入去。吼、哦，这款都有进去过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足重要哦吼、哦。这那包括你考军校、考试是一定会出的吼、哦，一定会出。过来就是1947年的228大屠杀，这你若看影片吼。哦实在讲，拍个甲看迄影片，真的是很恐怖吼、哦。你若讲伫迄个年代、迄、那个当下，咱若是伫遮，咱就拢无看人啊呢。吼、哦，伫遮咧上课，咱都无看人啊。迄个时阵是足恐怖啊吼。过、哦、来就是戒严吼，1949年的5月19号暗时12点吼，戒严上戒久的。全球上介久的38年，过56天，哦，就是1949年的5月19号到1987年的7月15号，哈、哦，拄啊好38年过56天。啊，这就是咱拄啊秘书长有讲的40000+，哈、哦，伫1945年，1949年6月15号。伊一点一印钱，哦，甚至伫高雄的凤山，哦，这个阿伯啊，换两布袋的这个台票，咱的台票的钱，当伊换两口鼎啊，一卡伫在煮菜，啊，一卡是煮饭的，哦，啊，包括咱有咱少年朋友有食烟、食薰无，哦，迄、那个烟草。就是较早有咱咧种个薰仔草遐啊，起薰仔厝，你敢知影？有迄薰仔厝遐啊，哦，用土角贴起来迄薰仔厝。阮大伯、阮二伯，吼、哦，因拢有薰仔厝，啊，无钱甲阮舅公借。这个40000+，伊那掠两只鸡啊，幸运尔咧。你啊看，伫迄阵，咱台湾人嘛足济人自杀。因為一夜之间，拢变善良人啊，无饭头食足济，所以讲，
哦，佮比阮是佮较好，阮阿兄加阮七八年，迄阵拢食韩式凉饭，那有米通食？哦，啊，所以讲好佳哉是咱呐太刻苦来了，咱台湾人的精神就像拄啊，咱秘书长讲安，硬做、死做、拼命做安尼，哦，啊，拢互咱遮个子孙，哦，嘛是毋茫讲囡仔会佮较好、较出脱哈。来，这个日本哈，诶，这个零式战斗机，伫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嘛，足丰盛哈，足有名诶。啊，伊这个零式战斗机是安怎命名呢？哈，就是因为黄记纪念这个黄记2600年，哦，就是昭和15年，是这个零呐，哈。2600后壁迄个零，改改做零式战斗机哦，命名零式战斗机哦。这因伊迄个结构有用着棒啊，哦啊，所以讲咧飞较轻啊。伊伫这战争的当中哦，迄美军奇怪，这飞机咧头壳咧飞向紧的，啊因咧规只拢踢啊，啊约袂着哦啊。但是呢，一旦互枪支拍着吼，迄棒啊就拢滚过啊，吼。所以讲，这就是日本人吼，伊头壳有较巧。伫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机场吼，就是对伫屏东飞有在着，他飞到菲律宾，啊，伊较轻，啊，油会当炸较济吼。这就是在伫去年呐，吼，去年，阮去伫这个。大正吼，啊个昭和吼，因陵寝吼，伊也个祭拜吼，伫咱个天皇，啊即拢落雨，啊即是伫即个靖国神社吼，咱拢会伫遮翕相团体照。即个就是靖国神社个正殿吼，正殿啊，伊即拢是咱阿里山个希诺起拢原木吼，拢原木到即阵拢要原木足芳吼。啊！伊是讲电管，惊落雨滴落来所在，又用铜甲伊包起来，吼、哦，铜片甲伊包起来，吼、哦。我刚才坐伫遮，吼、哦，这个头毛光光，这就是我，吼、哦。但是安尼，荧幕较大，看了较无啥有，吼、哦。第23号。哦，23号就是这个咱天皇吼，伊、哦、那今年是82岁，哦，82岁的生日。啊，伫因这個，咱也要去给祝寿。日本有一个礼仪，哦，这个礼仪恁敢看有？看无哈、哦？唯一有法度拿举手举上头壳顶的人是虾米人？天龙一个人尔，吼、哦，咱天龙一个人，因只个吼，包括皇太后，包括伊只新妇后生，拢举伫耳仔下，吼、哦，唔敢举上头壳顶，因是天龙皇帝上大，所以讲唯一哪会当一个人举上头壳顶尔，吼、哦。这个30公尺，咱上近的拢看会到。啊，这个是拢防弹玻璃，吼、哦，这拢防弹玻璃。伊你若去的时阵吼，咱会惊伫上头前，啊，会摆来伫这个头前遮。咱每一年拢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咱去的，咱会炸足一些小旗子，吼、哦，像这個，咱拢会全部炸伫这两支较济啦。但是因的民众，包括囡啊、童子军，哦，因拢会分这個，啊，这是啥？用纸啊，用迄竹米啊破的无，竹啊，哦啊，厝一扎，啊，甲伊破裂的安尼尔。所以讲，因呐惊完吼，那迄天落来，因就拢搞去，啊，拢会甲咱压这个机啊，吼，压这机。伊咱这是用布，搁用塑胶，这机伊来压对老丹厝里做纪念，哈哈。所以讲，咱啊客做这机啊，因拢要甲咱偷这机。好、哦，
哦啊，这个是靖国神社，这个是外殿，后壁这个是内殿，哈、哦，这个是内殿，哦，这是阮这个五月，今年五月十七号，哈、哦，阮有个过，哈、哦。啊，要入去内殿，唔是同啊对头前直接入去，是因为爱个惊啊，这个会议室，你有看只青青无？哦，这个就是内殿迄、那个。在这个会议室，啊，伊有一旁门，你会惊对遐落。啊，因内面吼，你拢爱这个穿袜啊吼，拢爱脱，鞋啊拢放伫外口。啊，你拢一定爱脱袜啊行落。啊，伊个带一个木柱形，拢种铺迄个咱的行路器的房啊，吼、哦，迄拢足久啊，拢可能百多年拢有啊吼。哦啊，这个是咱拄啊看到吼，咱这个蔡委员吼，拄啊好中战一毛去，吼中战七十年吼，做一个纪念。来，啊，这伫2009年的12月15日吼，日本天皇甲习近平，当时是习近平伊要做总理，哦，做总理的时阵，迄阵伫中国的经济算袂歹，吼，啊，伊透过有关单位安排了，哦，甲日本天皇讲。要甲伊见面，意思是要甲伊讲吼，阮即马中国经济加足好，啊，是毋是你即个台湾哦，会当来卖我？但是天皇甲伊会谈24分钟的当中，伊尾下甲应一句讲，阮皇族啦吼，皇族世俗来，阮无得卖物件的，吼、哦，物件阮无得卖啦。讲24分钟了后，哦，啊伊就讲，啊人无要卖物件，偏要往下就走。哦，哦，这是2009年的时阵，哦，安尼好啦，无咱来休困10分钟，啊，无即马即个讲咧，就阁足久啊，哈、哦，咱休困10分钟，哈、哦。